傲娇爸的养猫日常，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sa， 这是 Uni。之前我们很多部影片都可以看到 Uni 可以跳很高。但究竟可以跳多高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边玩游戏边测量 Uni 的跳高实力。如果原生猫心情好的话，也可以一起测一下。哎，不要走啊！今天跳高的道具会使用赞助的蓝钻猫砂的盒子。今天要做的就是跳高测试。你爸爸。没出息。傲娇霸选手跟乌尼选手。你觉得可以赢过乌尼跳高吗？啊，跑了。我自认我一定赢他，就这样的。哦，因为你腿比他长了。对，但他动作比较敏捷。但你弹跳力是零分呢。哎，能够跳起来就不错了。第一存了。我量一下一个猫砂有多高。30公分。我在这里标一个30公分的高度。哎，你一定能拍到我脸。当然，我只拍那个盒子啊。盒子干嘛？哦，超重。这对他来讲太简单了，他已经跳上去了。好，那你现在到后面准备。原生猫选手准备要跨过这个。先排个第二层。已经过完。哇！再一次，你再去一次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你丢给我，等等。哇，这个难度很高呢。这是举重的练习。等一下哦。得两下也不行了，10%跳不过来。你还没有跳啊，你是不是跳不过来？开玩笑了，我就是在外面，我也没办法跳那么高。他现在要观赛哦，看你跳，开飞机儿了。你这里现在90公分啊？对啊，所以你的脚长没有90公分喽？当然了，我还穿着裤子，没办法。如果你没穿裤子的话，你觉得可以跳得过吗？跳不过，开玩笑。Oh my god！ 吓了。你看他。看我叫他不过来。你没有粒子的力量会来吗？你。哎，有点像。我前进了。你。
快点过来。那你帮我拿栗子好了。哎，他肯定是跳不过去的。最终测验，你看这个被搞了，这砸了15度，马上补完了。这个叠的不好叠上去，真是在开玩笑。不行，你这个这样闪着他跳了。作弊啦！作弊啦！卡斯坦很聪明，他知道作弊。结论就是他不懂得什么叫起跑点。如果他从远一点的地方过来的话，那应该是他吃完就跑了。对，起跑点的话，他可以冲刺，他有那个冲力都在的话，这个四成毫无问题。有好几只猫来比赛的话，不能算第一名，还有点偷鸡摸狗。如果是人的话，很聪明，不会吃亏的，对不对，吴宁？哇塞，他刚跟你握手哎！握个屁手啊！他是让我手伸过去一点，他已经没有劲儿了，他头不愿意伸过来，叫我手拿过去一点。未来握手，未来握手，未来我你来握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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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觉得自尊受辱。我不吃了，居然。我头栽进去算了。看那个样子就在监视我。蓝钻猫砂号称是猫砂界的 LV， 乌尼这次试用的是无香款，感觉重量越来越轻。废话，你觉得用起来的感觉如何？很舒服，跟那个海滩的沙子一样，而且是澎湖的。外婆就是澎湖的，外婆的澎湖湾吗？你忘了？宝宝，可是他一看到我，他就跑过来了。妈宝，还可以从中间跳过去，这样就很漂亮。我们这次跳高要测试，等下要是他真的把他弄倒的话，我们就往后退一步。地板会炸破，炸破你来负责。不会，这是软的。未来，我你，未来，未来。跟训练警犬一样，比训练警犬还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按赞分享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收听我的 podcast 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乌尼多可爱，乌尼，拜拜。傲娇爸诊疗室，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？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不要怕，勇敢向前走。Kate 梁说：“谢谢 Lisa 让我认识了傲娇爸跟乌尼，每周剪片辛苦了。”感谢本月赞助Johnny、Kate 梁、玛丽、Mary、Ricky、Ricky、Annie Chen、黄一秀、Corey Chen、Vicky Wang、Jack Daniels、吴定奇、陈安妮、何从新、白佑、Lin、Anna 090、1111AA。我们的跳高选手。Wow.